空小自由，老板，校友会哪里？哪里有？啊，没有。我们来看哪里有空小校友会。这个校友会，校友会是校友会，这没有校友会、哎。我们校友会是狗儿子的校友会。OK， 、哎、那是空小自由。嗯，空小自由会主题是空小自由，校友会。那校友会的话，因为第二代不来的话，我们只能狗友会，狗友会，空小之友，狗儿子狗友会。OK， 你看，这个剑宇兄不在，我们的 Lova 跑来跟 Lucky 作伴，所以呢，我们第二代也是狗儿子校友会，空小之友，狗儿子校友会，希望大家来个来参加参加。OK， 你看小平，现在已经是两个狗儿子的干爹了。真是好厉害，他带着不亦乐乎，每天不但定时吃饭，还定时走路，至少一个小时，真是福气。OK， 好，很好。